千山壁虎的卵，你们看这个千山壁虎的卵哦，这边比较少。哦，这边比较少。哦，千山壁虎的每次产卵是产两颗，那两颗是连在一起的。好、哦，连在一起啊，这边就是没几颗嘛，因为千山壁虎不像讲咱鸡啊、鸟啊吼，能生出来了要去孵卵一多，所以它会选一个温度比较稳定的地方，所以在那个废弃碉堡里面是有上千颗，上千颗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很多只啊，经过了很多年啊，才会有累积成那个壮观的画面。等一下我们要结束之前，就带大家去看哈。啊，这个头小心一点啊。前沿观众点，前沿观众点就长这样。嗯。跟那个我跟它不一样。冰岛不一样吗？哎，对。不是。壁虎。刚有人讲说那个千山壁虎跟我们家里看到那个壁虎也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。我们家里在北部看到的是叫做无油蝎虎，好，无油蝎虎。然后在南部看到的是油尾蝎虎，啊，油尾蝎虎会叫，哦，但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情形了，因为现在可能是地球暖化，然后有慢慢跨过那个浊水溪往北扩散的趋势哦。那这个植物哦。就是另外一个以基隆为名的植物，就叫做基隆野山药，基隆野山药，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日本鼠蚁，啊，但是我们把它叫基隆野山药，因为中文俗名啊，没有一点啊，叫一个等一下，山药那个叫基隆，就是那你讲的这个。百合，野百合漂亮。